他呢，他怎么，他就是要吹一个人骨笛啊，然后就晚上，然后就吹人骨笛啊，然后呢，一个很大的一个那种手骨，然后呢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就是鬼魂啊引过来，引出来，然后引出来以后呢，然后他把自己观想成那个，把这个肉体啊观想成这种食物，就是等于说献给这个这些，然后他的目的就是要去除我执，所以呢，他们的这个这种修法很强，特别是如果你身体不好，他是等于说你把就把这些身体就是，因为身体是有障碍嘛，然后他就通过观想，然后就把这个那个这个去除了，好像很可怕，那个哇，那个吹那个人骨笛很可怕，是不是叫明修对吧？他叫做我们中文叫断法。但藏语叫重，很强哇，那个是。但我也听说过这种，好像是直接在墓穴里边。不是，而且像他最三天三夜还是多长时间？他最佳的还要在狮驼林、也就是狮驼林还不是这样子墓地。狮驼林就是因为印度很多，就是他就把尸体就放在那个地方，就是停尸的场。那坐在尸体上，所以那有的就没有尸体，那怎么办？他就用一个人皮。哇，那个很强啊，那个不是一般的。这修炼是一种精神，一种意志。但是实际上，我觉得从技术上那个佛家他对这方面就更强一点。他比如说，你有听过说修破瓦？对，破瓦听过吗？听过。你刚才说的那种，然后他们在生前你修那个。修破啊，就是让你心思从这个地方打通，然后你到修到一般修到七天，你就会这边会有那个感觉，有的更厉害，那个还可以插上那个道子那种吉祥草，那就等于说他这个中脉已经通了，所以中脉通的话，就是说就不能再修了，因为再修就会走了，不是走了，我们会走了，就走了，所以为什么是高僧？为什么高僧他能够坐脱力王？就是他高升，他已经有可以生死自在了，他就不要，他就，但是他就是一定要在死亡征兆产生之前、之后，比如死亡征兆，你就觉得你身体已经不行了，就是说你这个肉体已经不行了，然后就提前走了。这个西藏有一些活佛，好像就是这种死法，这种叫做一个叫做什么？一个叫做对。它这种是两种，一个叫做牵石，一个叫夺舍。牵石就是说你把这个石是牵走了，夺舍是什么？就你再进入另外一个屎的肉体。对这个部分来讲，现在一般牵石有很多人都会有这么一个，但这个部分呢，就是现在因为有人说是传承已经断，但在本教里面还非常强。我碰到一个本教的上师，奔波的上师，他说他们。那个本教传承他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强大，那他怎么修呢？修到最后开头要修的时候，那个石头啊在玻璃瓶里，你要用意念能够让跳出来，你才有办法修这个，要不然就等于说你根本没办法。能达到这种效果吗？他说可以，但是这不容易。还有就是修到一定阶段，身体可以腾空。那夺舍就是夺舍，就是说你这个神识呢，再注入一个屎缸死，但是它要肉就是要很好的肉体，然后慢慢活起来，但是就慢慢活，这样就叫夺舍。这整个技术还是在，你像藏传佛教里面，这个技术还是非常在的。还有比如说，还有特别是你那个在印度教也是这样，有本书你不然看过叫做。大师在喜马拉雅，这个没有，有英语的，他就这个一个印度教的一个婆罗门，他在大概是在十九世纪末，他就到处去访问这些高人，那其中就有讲就是他的老师，就有这种，然后就等于说他已经很老了，然后他因为他能力很强，他就说大概在第二天会有一个尸体。溺死的一个尸体从河流下流下来，他真的第二天就有尸体已经淹死了，但是他很年轻，他就通过他就把他自己就是心思就转到那个地方去活着，所以但是我们中国对这方面好像没有这么那个技术性没那么强，他那个藏传佛教的
活佛转世实际上和这个思想也是一致的。因为他相当于活佛转世，他就是相当于说我，就是我他的这个佛福因为已经成就了，但从理论上他是应该不应该在轮回当中，对，那他是为了，等于说为了是众生嘛，所以他还要成愿再来。那同样，他轮回的这种说法，成愿再来，那就是说，但是他这个心思他是可以到任何地方的，所以呢。他就可以找一个比较好的家里，一般是贵族啊什么，那他就进入他的那个就是子孙啊增长中，那也就等于说他，比如说我们要成佛，一般人要100分，对不对？那他本来已经有100分了，那他这到一个肉体，那很快的话，他不就很快就成熟起来了？那一般人有可能要经过恐怕有3、4、4啊、7、4，甚至13、4，就是很快他是可以达到的。他的技术，他所以说藏传佛教技术含量很强的，所以你接触到那些人，那些水平很高。因为在牛津的佛教研究中心啊，有许多这个藏传佛教的。对，那个你们那个几个人，那个那几个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有一个，而且研究灵马派的那个不是那个 Robert 就研究灵马派的，还有一些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啊，对，他们对这方面也是很熟悉。而且牛津它有一个佛教的寺庙，你们去过没有？是什么？是川谷 house 是吗？不是，回头我那个啥，把那个地址发给你。他们有一个住持，就长期的在佛教研究中心啊，那时候还做 lecture。哪一个？这个名字是罗桑吗？不是啊，是那个瑞士人吗？不是瑞士，日本人。日本人啊。回头那个啥，我也是上个礼拜才找到那个。哎，那你上个礼拜有没有去听那个藏音会、藏音学？我没去。那个藏音比较高一层。上一个学期我听过他们有关藏音的2次讲座。牛津的一个，还有是西藏的一个，2个，在上学期已经讲过了。这学期有那个讲那个 Jeff 的，你去听吗？正好你要去接孩子，你们去听。对，刚好错过了。哇，那个很棒，他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个就是馆员，他专门研究的是西藏的唐朝。那他收集了各式各样的唐朝，然后而且他主要他跟那个藏传佛教那些高僧很熟，所以他就走了。上个学期我们去其他地方谈吧，在墓地谈总是觉得很可怕的地方。好的，我今天我们就到此，谢谢大家。